invito sul palco l'autrice del primo brano che vi ho letto, Shin Ran. I'm going to read a story about the moment in my life in Chinese. 2002年5月6日，那是一个繁忙的星期一。在我七点半准备去工作的时候，我叫醒了我的儿子，盼盼。生日快乐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那是盼盼在英国第一个生日。盼盼看着我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什么，然后有一种微弱的声音，轻轻地问我，妈妈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我只想要你跟我躺一会儿，行吗？听到这话，我愣住了。我的心是那么疼，我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了下来。我躺在孩子的身边，搂着我心爱的小儿子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。十二年的记忆在我眼前一幕一幕地打开了。当我怀孕的时候，我有很多的梦想，关于我心爱的孩子。你知道我自己什么音乐都不会演奏，可是我非常喜欢音乐。我是一个文化的残疾人，可是我非常喜欢艺术。我喜欢中国唐代的诗，宋代的词。我希望我的小儿子有所有的这一切。那个时候我天天的梦想，而且我梦想跟他一起，以他的年龄跟他一起去做饭，让他理解生活。我想带着我心爱的孩子去看世界，从我们身边的农贸市场一直到世界的角角落落，去看那些不同的文化。我觉得我的孩子应该活在世界的地图中，而不是在某一个角落，而不是像很多的以往的人们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。我梦想了很多，几乎是每一天我都在梦想。我买了四本大字典，英中文的和英文的，我希望找一个最好的名字给我的孩子。最后我选了一个名字，其实很难，因为中文有18000个单词从3000年的文化中幸存了下来，而英文只有26个字母。我想选一个既有中文意思又有英文意思的名字，那是很难的。最后我选定了盼盼。盼盼在中文里面意思是希望、观察以及期待。在英文的意思里边，在中文字典和英文字典的翻译里面解释说，那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形象。我希望我的孩子拥有神的威力和人健康的生活。然而当盼盼18岁在伦敦的中国签证处去申请护照的时候，和签证那位签证官说，谁给了你这么样一个没有文化的名字？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听到盼盼的哭声，那是1988年5月6日凌晨2点16分。我在那一刻就去承诺，
我对我的孩子说，我会用我的一生来给你一个幸福的生活。我像无数的中国母亲那样日日夜夜勤劳地工作着，我以为以我的努力和勤奋，我就能给孩子最希望的东西。我从来没有意识到，其实作为一个孩子，他最需要的是妈妈的关爱和妈妈的时间。一个妈妈的时间和疼爱，对孩子来讲就像乳汁和睡眠一样。那天我躺在盼盼的身边，我才意识到我迷失了这么多这么多。对于盼盼，正像童年的我迷失在我对妈妈的向往中一样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是一个孤儿，因为我的妈妈给了我生命，但是几乎没给我时间，更没给我爱。很多的人都说，我妈妈没用时间给我，因为在中国的50年代到70年代，无数的中国母亲都跟随着共产主义的信念，政治政党为第一，祖国为第二，关心他人为第三，任何人关心自己的孩子，那是资本主义的罪恶。我的妈妈就如同无数的母亲一样，也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，献给了国家，以至于最后的文化大革命。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，我跟很多的孩子一样，生活在没有一个母亲和父亲的环境中，因为我的父母双方都被关进了监狱。10年后，当他们走出监狱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了我的大学教育，之后我又开始了我的事业。我们生活在中国不同的城市里，直到1997年我移居到英国，我们又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甚至时刻中。但是我知道我的心中是多么想念的我的妈妈，那是每一天每一夜的想念。在我家庭的闲谈，我的写作，以及我在世界的出版发行中，我知道我在夜里头，我常常的梦想，我是一个小姑娘，牵着妈妈的手，另一只手我会抱着我心爱的娃娃，虽然那个娃娃已经在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烧掉了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我见妈妈的时候，我已经5岁了。